到底变成面顶过到手拢整起，就会予全家庭的农民，因为在个山顶来挂金蕉，不说予车尾来夹着，后来送到病院已经来做抗血清，不过也是需要继续来治疗。你看到家己整起的手，伊讲生肖讲，佮亲像面骨共款。啊，你讲你的手整啊像啥？是面骨的，是整起。虽然即摆也讲生肖，不过当时的情形煞真紧急。伊个太太现在六点外时阵，佮山顶来工课，伫背开树叶的时阵，手手突然来疼起来，才发现小车尾来夹着，伊的朋友后来挂起来，佮有道的蛇来拍死，并且赶紧将伊送落山脚，伫半路佮赶来救护车来汇合，送到病院治疗。伊有迄阴风啊，一头头啊，伊会头头啊放风，伊有阴风，伊算阴风。你若对啊死，伊就袂啦，较紧好啦。嗯，所以是这是民间信仰的对啊。嘿啦，人是讲都安尼，我嘛捌去家一边嘛是这经营，甲对对的咯，拍死就连蛮都好呀。是属于冬天哦，又比较气候比较温暖哦，所以说这种案件是非常罕见的，大概就很少，我们这边的案件就是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寒天也来窜毒蛇，甲民众加受伤。连消防队嘛讲是真少看到的案件，不过也是呼吁民众天气变化大，甲山顶来活动的时阵爱来细致，记者林信长报道。走到上面上，对啊，所以说还是他会打啊，哈。谢谢。